子曰：贤者必事，其次必地，其次必色，其次必言。子曰：作者欺人矣。子路宿于石门，陈门曰：昔字。子路曰：字孔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子姬庆于魏，有贺馈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有心哉，姬庆乎？继而曰：彼哉，坑坑乎？莫己知也，思己而已矣。深则利，浅则接。子曰：果哉，莫之难矣。